一起看看辅助如何撕掉偏见。瞎逛是不好的，但逛到对的地方就是精确走位了。逛到对面野区实现翻野，压制敌方的发育环境，辅助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还好这波有你。时间来到中期，每一个不能收割的辅助都不是一个好的 C 位，所以拿了人头也没有问题，甚至敌方还会直呼原来是他们猜错了主角。这样的辅助能说是混子吗？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辅助，首先你得会为队友保驾护航，其次你得帮助队友吸引火力，让队友尽情击破，这样的辅助就是优秀。你看这波队友本来是可以收下敌方的，但是还差一点怎么办呢？不怎么办，队友伤害不够，那就我们辅助来凑，这样能扛能打的辅助优不优秀？非常优秀。一名优质的辅助除了能够保护队友之外，也能拿下敌方人头，所以你看这波先消耗了敌方状态，再实力击败，这种优质辅助谁能不爱？时间来到后期，因为我战局混乱，辅助就站出来了，开启了收割时刻。这是抢人头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这是凭实力拿下，你说对不对？开黑洞找你。你看这整个峡谷里条条大路都能通往水晶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首要目标先破高地，最终目的直取水晶，这就叫目标清晰，没问题吧？在我的完美控场下拿下胜利，咱就说这把辅助秀不秀。微信游戏视频记录你的游戏故事。